老板，你这客房给我画个菠萝。画呀。那你给我画一个吧。好。好了，来给你啊。哦，菠萝。对。多少钱？10块钱。哎呦，那那买个真菠萝才多少钱呢？这是手艺，你可知道？这不是菠萝。啊？看看这是手艺。不是菠萝，那我不要。